我看自从这个钟点工来了以后，你心情不错啊，看来你对他挺满意的。还行吧。还行？你还不满意啊？老爸，你怎么这么不了解你老婆呢？还行，已经是我妈对人的最高评价了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拿回来个双百，她才舍得给我个还行呢。小鞠头了，快点吃，早点走，不要迟到。 看来能让你满意的人不多呀，可见这个钟点工啊，不错。你什么意思嘛？我能有什么意思？只要你开心，你高兴就好。在这个钱上，别跟别人计较，能多给呢你就多给一点，主要把这个人留住。你懂什么？这些人出来是做什么的？不就是来赚钱的吗？钱是牵制他们的唯一手段。 你要是让他们觉得你大大咧咧的，什么都不在乎，他们一定会欺负你的啦。我对钟点工的管理手段就是啊，让他们觉得我们家里时时刻刻上上下下都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们。只要他们能老老实实的给我干活，手脚干干净净的，那比什么都强。老妈，咱们家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值得人去拿？ 真正值钱的东西在哪儿呢？都在老爸那儿。你这个小人哦，真是的！你看看我们家里啊，这一桩桩一件件，哪一个不是成千上万的东西啊？老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为钟点工们设计的、创造的如此优雅的工作环境，已经吓跑了足足30个了。你看，好不容易碰到这么一个能干的，您就放过他，别再折磨他了，行吗？ 这个钟点工能适应你给他提供的这个工作环境吗？我管他适应不适应的，我慢慢调教好了。嗯，不过这个女人很聪明的，我看得出来，她是那种哦，算计自己不算计别人的人。哼，<笑>还真有这样的钟点工啊！嗯，哦，他来了。 电视不可以油漆它的擦布，这一个是防静电的啊，是擦钢琴的里里外外，还有电视那个荧光屏，这个呢是一块几支的皮了。你最近怎么了？不行了？我猜你大概是家里没钱了吧？咱们俩来个君子协定怎么样？我知道你一个秘密。 秘密，哦，爸，这几天生产时间，赶上施工又没用机器，不太容易啊。这里很需要人啊，你能不能多干2个小时啊？我一个小时多给你10块钱。行了，没问题。手怎么样了？我看看。手没事，一点事没有。抓紧时间干啊！哎，好。谢谢叔叔啊。我去打工，这也叫秘密啊？哎呀。 我这学习成绩啊，只是暂时的落后。我不会落在你的后面，你可得当心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不过你别忘了，你之所以能在这个学校里上学，就是因为你学习成绩好。如果你的成绩掉下来，你想到个后果吗？我想不想是我的事儿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好了，我不是来跟你闹别扭，我对你有一个建议，这样可以一举两得。你。 教我打拳，我付你学费，这样你就不用再去工地打工了，学成绩也自然不会受到影响，怎么样？还不赖吧？算了吧。哎呀，你就别在我身上打主意了。就算这个世界对你格外偏心，但是你学的是我家祖传的武术，不教。祖传的？是真的吗？ 心机的人，你说什么？教授说的很有道理啊，这件事儿啊，一定要妥善处理，啊。那到底怎么妥善处理啊？
我明白。活真的是很干净哎，而且还挺快的哎。喂，我听说你是什么金牌的钟点工哦，你真的得过一块金牌的？不是，是全市钟点工清洁大赛，我得第二名。哦，怪不得呢，干起活来还是挺有章法的。哎，大华，那你得了这个奖以后，对你做钟点工是不是很有帮助的？那肯定有帮助，那雇主就相信我了，就会把钥匙给我，这样我就可以安排时间了，不用死等他们。太太，你家里的活基本上都在我心里了。我想这样，以后每次来呢，我就用一个小时做一些常规的卫生，地面、桌面、台面、洗手间、卫生间、洗衣服。每星期来一次呢，用1到2个小时做一些非常规的，比如说擦玻璃啊、去油、清理冰箱。啊，对，还有庭院。还有什么想不起来的，你告诉我。你想得蛮周到的，而且计划也很好。哎，大华，你这样每天东家跑西家跑的，会不会到最后就干得很累啊？不累，习惯了。那你会不会到最后一家的时候就去敷衍人家了？太太，大户小门都是人家，人都给了钱了，我怎么能敷衍人家呢？再说这干活其实是有技巧的，放心吧，我不会把自己累得趴在地上干不动的。哦呦，我看你做这一行啊，都要做成老油条了。没办法，你不这么干，我孩子怎么跟着念书啊？哦，你的孩子也在这市里读书的？是啊，孩子没摊上像您这样有钱的父母，我只能靠自己了。我也指望孩子能靠他的知识改变他的命运。我都听杨同学说了，你的父亲遭到了不幸，家里又是这种状况。老师，对不起。为什么说对不起？我不是来听你道歉的。你知道你为什么能够在这读书吗？就是因为你的学习，你过人的学习天分，这就是你的资本。最近你的学习成绩直线下滑，你不是想用学习来改变你的命运吗？没人能体谅，甚至没有人能知道你必须面对的生活中的残酷现实。他们只知道你的存在必须凭借优异成绩，这就是你能够在这个学校站立的价值。除此之外，他们不会因为你穷而原谅你，他们不会再给你机会。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虽然很难启齿，但这是事实。今天觉得怎么样啊？你啊，还是带我回家吧。我在家里种的树。大夫说你现在没好利索，容易感染，还是听大夫的啊。听大夫的？有多少钱往里边扔啊？咱家有钱呀。钱不钱的命重要，好好治疗。每天几百几百的往里边扔，这身上的病没好，心里边的病越来越重。你赶快好起来，不然的话，帮咱们那些人得多难过呀！人家乔教授现在一趟一趟的往你公司跑，人家都没放弃，咱们能放弃吗？再说了，你人不住在医院里头，找谁说去啊？
你只能在这住着，才能有个结果呀。就是这个理儿。听见没有？你伤还没好利索呢，跟着瞎着急。孔德妈，那小保姆没来啊？走了。他早就不想伺候老头子了，走就走吧，留住人留不住心。是，可是大爷这样，身边可离不开人呢。孔德妈，你觉得丽云怎么样？丽云啊，是个好人，身体好，有力气。可伺候老人，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啊？丽云就是干细活的时候手脚笨点儿。您说的对，确实是个好人。伺候老人憨点好，要不你问问。歇一下，吃点水果了。嗯，这下你满意了？还行吧。你不是也觉得现在家里蛮干净、蛮舒服的吗？你说这个女人，她是怎么到我们家来做钟点工的？还不是因为我。哎，就是那个上次那个丽云呐，叫丽云的钟点工，你记得了吧？嗯，就是把我们家东西摔坏，把我衣服洗坏的那个笨笨蛋蛋的人哦。哦，是这个大华的什么亲戚来的？哦，丽云那个事吧，我气死了，我就跑到他们公司去，嗯，然后大闹一场，我跟他们说我要告那个人，连他们公司一起告，让他赔我，哎，让他们吃官司。他们就害怕嘞。你是不是有点过分啊？我过分什么了？哎呦，你不晓得，对这些人哦，你不这样子不行嘞。嗯。你别说，我这样还挺灵光的嘞。哎，这不是那个大华就自告奋勇的到咱们家来了。嗯。不过我还是不明白，你说你到中介公司一闹，他就到咱们家来做钟点工了，那他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？你不要以为这个人真的是自愿来我们家的，他是跟公司提了条件的。那第一呢，他觉得他自己是个金牌钟点工，一定做事会让我满意，他有自信。第二呢，他不想让那个丽云呢和那个公司去吃我的官司。还有嘞，我听说她老公哦，就在刮大台风那一天受伤了，工伤，好严重的，现在还住在医院里嘞。公司里面有两个钟点工啊，为了救她老公，好像什么原来的雇主把他们炒掉了。所以这第三呢，她就跟公司提出来，如果她来我们家，必须帮那两个钟点工找到一个更好的雇主。哎，你说哦，像他们这个阶层的人，哎，还挺讲义气的喽。这大华哦，心气真是高哦。他跟我讲过的，他现在这样拼命的去赚钱，就是想让他的儿子留在城市里读书。哦，城市的教育条件比农村要好一些。他说，他这辈子一定要让他儿子成为有用的人。叫什么？知识改变命运哎！哎呦，真是的，老公啊，你说现在这些人哦，哎，是一条咸鱼就都想翻身呢。嗯，是啊，你曾经也是一条咸鱼啊。你讨厌了吧？谁是咸鱼啊？你才是咸鱼了！哎，你是最大的大咸鱼嘞！是我让你翻身的，我是出生于高贵人家的孩子，我们家是大家庭的。打一个，那凭什么抢我们东西啊？再让我看您一次，对你不客气。往出走，咱俩不能打架，
下，走。两个人打你，一人打得过吗你？那他家地盘啊，怎么能不让人省心呢？丽云，你流血了！哎哎哎哎，丽云，丽云，姑娘妈，哎，吃饭呢？啊，来了。大爷气色好多了。嗯。超给送的面条还挺香的。你儿子给你做什么你都说好吃，我伺候他十几年他也没夸过我。哎呦，你还吃你儿子的醋啊。哎，人呢？谁呀？丽云。丽云，哎呦，臭媳妇见公婆似的，你刚才那劲儿哪儿去了？来，快点。孔大妈，孔大爷，你给我伺候的。大妈，大爷，你那是怎么了？我，你又上哪闯祸去了？啊，没有。丽云这孩子吧，特别实在一人。你要是给他点活啊，他真的就是卖死力气给你干。这不小心伤了一下哈，是吧？要上点药吧。手毛脚，还有女人样吗？没事，没事，二闺女。大爷，不好意思啊，大爷，我愿意伺候你。郭丽云，狗肉上流皮。家政，家政就是你现在干的。不对，你干的还不能叫家政。那我干的叫啥呀？打杂呗。我姑干的才叫家政呢。哎，那我跟你姑干的是一样的活儿，那凭啥你姑干的那叫家政，那我咋就成了打杂的了呢？你一个月换了多少家呀？最短的也就干了一个小时吧。这引起不少有钱人的兴趣呢，这也就是现在家政市场上的新宠。那要好高的条件才能干这个活啊？那必须得有文化，综合素质比较高，懂一些现代社会关系和知识，比如说外语、电脑、开车，还有文件处理，反正就是像我这样的挣点金的。前面说的还行，你后边就开始张狂。你以为有美金的外国人就算有钱呢？你知道吗？现在有钱的是咱们中国人。你知道中国人有多富吗？我那天看那报纸，就咱们这个城市，就有50万个家庭，雇了30万个像咱们这样的外来钟点工，还不够呢，还需要小15万个。那不对啊。对呀，报纸上写的。那要照你这么说，那还缺那么多的话，为什么找一个钟点工的工作还那么难呢？竞争啊，钟点工的素质竞争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？一切都现代化了，你们想，人家把一个辛辛苦苦置办起来的家交给咱们，咱们什么都不会，弄得乱七八糟的，你说人家能接受吗？说的也是，威儿这句话说的对，干咱们这行，必须要提高职业素质。
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是大夫让出的院。秀敏，咱可不能干了丢人现眼的事儿啊！丢人现眼又怎么了吗？没钱逃逸的人多了去了，二号床的昨天就逃了。你还真是逃出来的，那没钱想办法呀。 你不能把良心给丢了。每天就是那两样药，几百几百的万里边花着，我这心里头都发慌了。咱是没钱，可也没欠医院的呀。抵抗力这么弱，你偷着跑回来，那万一伤口感染了，那可要出大事儿啊！你对我们娘俩是有责任的，你知道吗？不行啊，明天跟我回医院。 道个歉。主治医生跟我说过，钱用完了。老师，我就不明白了。 他跟你不一样，可惜了，原本是个可造之才。那我呢？这个社会还算是公平，给了你花不完的钱财，给了他与生俱来的才华。老师，我不能同意您的观点。 妈，哟，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超，大夫让你出院了。啊，哦。超，那自习课怎么搞这么晚呢？一身的土还戴俩手套，你干什么去了？ 我上完自习练了会儿拳，妈有饭，买块饿死了。看你不饿，你还不回来呢，冲个凉去。上厨房给你做啊。哎，知道了。爸，我去冲凉了啊。 这大黄心气真是高，他说他这辈子一定要让他儿子成为有用的人，要什么？
知识改变命运嘞。超这孩子呀，最近回来特别晚。你这事儿再怎么小心，对孩子学习也是有影响的。你行吗？没事儿。你每天干这么多活，你受得了吗？受得了。别人都干不了的事儿，你就能干得下来呀？你这样大包大揽的，你撑得住吗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你这一出事儿可惊动大家了。赵德海为了帮着我去公司要你的治疗费，把那考试都给耽误了。什么考试？承包出租车的资格考试。浮桥为了给咱们筹钱，冒冒失失的跟雇主去借钱，钱没借来，人让人给炒了。你说周飞那孩子吧，把所有积蓄都给了咱们了，关键时刻拿不出定金来，眼瞅着失去去外国客户家里做事的机会。丽云虽说笨嘛，可人在医院一守就是好几天呀，觉也捞不着睡，第二天晕头转向的。到雇主家把那活做的是一团糟，你就连红月娥，尖酸刻薄的女人，那出来进去的也说要帮咱们，咱们欠人家的。我可不想欠人一辈子。咱们在这种城市生活，又想把日子过好，那怎么可能不付出艰辛呢？超又是那么一个懂事的孩子，咱们当初把他带到这儿来，不就是为了给孩子创造一条件吗？让他能读书，有机会改变他的命。这事儿做不成，我可不甘心。我看要是不成的话，就把老家房子给卖了，把账先还上，这样咱们心里才踏实。要真卖了房子，咱们就真没退路。要是这样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你说的什么？你说的什么呀？你不活了，我跟超怎么办？把伤养好了，好好活着，你就是咱们家的福分。你看这帮人。这平时为一点小事能吵吵半天，你这一出事儿，没有一个含糊的，都伸出手来帮忙。有时候我也想，这有些事儿不是钱能变出分的，人穷不能志短。瞧瞧手的钱，大伙儿给凑的钱。都要无数还上。早卖房，早还钱。我也不想欠着谁过日子。妈，去。坐这儿，坐这儿。看，给您买的水果。
您吃香蕉吧，来。你哪儿来的这些钱？你看，这是我打工挣的1500块钱，您拿这钱呢，给爸交住院费去吧。打开看看。这娘俩，啊？怎么了？这又是咋了嘛？哎呀，行了，说呀。这娘俩怎么了？咋又气你妈了？臭小子！行了，到底咋回事呢？这是李超打工赚的钱，说要替我养家。说你这孩子也是，这家里边再难都是大人的事儿，你得好好学习，知道不？谁让你出去赚钱了？这个家是需要钱，可挣钱的事还轮不到你，你就不能安安心心的读书，少让姑操心呐？你们说现在家里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安心读书啊？爸爸身体那么虚弱，他为什么放弃治疗从医院跑回来？妈妈每天辛苦干着不愿意干的活。这不都是为了我的学费吗？不说了，反正我不能让两个男人的生活负担全压在我妈一个人身上。我什么时候说你们是我的负担？我什么时候喊过委屈？你要不好好念书，咱们在这个城市干什么住着呀？行了行了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就是，你爸你妈那么辛苦，为了啥嘛？你再不好好学习，他们还有啥奔头？不懂事儿。反正我不能按你的想法活着，我有自己的原则。除非我死，只要我活着，你就得按我的想法活着。爸，爸，你怎么了？姑父，秀姨，哎呀，我扶你爸起来。秀姨，哎呀，看着那伤，轻点，慢点。腿的伤一点吧，哎，
院里休明得交多少钱？不用交钱了。什么？港口公司今天拿了张支票，已经交过了。谢谢你啊，走了。不，太好了，港口公司给钱了。不，你怎么了？是真的。走吧，咱们快点回家告诉他们。大华，这两天我儿子很忙的啦。哎，他说啊，他在准备一个什么，中南五省市的什么数学竞赛嘞。上次你不是跟我说你的孩子也在华富中学读书的吗？他成绩怎么样了？啊？我问你孩子在学校里读书的成绩怎么样？还行。还行，口气蛮大的嘛。你那个孩子是属什么的？属猴。哦，那跟我儿子一样大的哦。他在哪个班读书啊？哎呦，这忙糊涂了。你这么一问我，我还真是一下想不起来了。这想不起来哪个班的。哎呀，反正啊，你回去问问你那儿子，他一定会知道我儿子的了。我儿子在学校里可有名了，喏，学习好，长得也帅，哎，体育也好，人缘更好。我跟你讲，大华，他们班好几个小女生，一到晚上，他在那个网上啊，我跟他聊天。都打电话来追他，还有我那几个女朋友是最逗的了。哎，天天给我打电话说什么？哎，要把自己家的女儿嫁给我。哎，你说这不是还远的事吗？你孩子条件好，这女生还不得抢疯了？哎呀，不过呢，像你们这些外来工的人哦，那孩子也有学习不错的。嗯，我儿子跟我讲哈。他们班里就有一个学习挺好的外来工的孩子，老师也说过的了，说那孩子天生就是一个读书的料。哎，你说是不是有点夸张？不过像这种孩子啦，学习好其实也是蛮可惜的。要是他以后啊真的考上什么更好的学校，家里也没有钱供他读书，那不就给耽误了。要说啊，最有出息的就是我们家儿子那样的人。哎，天资聪明，长得帅，家境也好，你说他以后的前途那还不是光明一大片呢。太太，你儿子叫什么名字？我儿子叫肖正呢，威震八方的震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名字是他的外公给起的啦。他外公很有名的，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外孙跟他一样威震八方嘛。那你儿子呢叫什么？李超。李超啊。哎，太太，你刚才说那个数学竞赛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吗？你有没有搞错了？那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吗？那个人家的全年级考出前三名，从中选一个人去参加，人家老师都说过了，要是在数学竞赛当中呢得到名次的话，哎，那不仅自己啊很能得一个大奖，给学校也要添荣誉的，很重要。那么重要呢？啊，哦，只要考上全年级的前三名就有资格参加比赛。怎么，你想让你儿子去啊？哎呦，算了，大华，其实啊我真的劝劝你现实一点，像你们这种人哈，来城里多赚一点钱嘛，以后啊回老家买个房好好养老。哎，你儿子要是真的成绩还可以的话呢，那就送他去当兵哦，这条出路很好的，前途也不错的。哎，太太，你刚才说那个孩子学习怎么样？还行哈。谁呀？外来工那个孩子。哦，那个孩子我听我们阿正讲，那个孩子好像是他一个最强的竞争对手。哎，他经常考试还压过我们阿正一头呢。我劝我们儿子了，这怕什么，前头有一个人在领跑，哎，你在后面跟着，那不是永远不掉队，挺好的吗？我儿子不服气，
主要是那个孩子呀，混一个什么权的？哎，我儿子跟他说过几次啊，让他教的，他死活都不肯教，还说是什么祖传。李家权，北派的。咦？哎，大华，你怎么晓得的啦？啊？我哪知道呀？我也是听说的。哦。哦，对了，哎，把这个东西给我拿过来啊。什么东西？哎呀，那个照片嘛，包起来那一个。哦，你拿过来打开了。哎，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！这是我们结婚20周年新照的。你画呢？我在照片上显得老不老？